我是 Nicole 蕭晴軒，小小個開始就好喜歡唱歌跳舞，每一次都會說我的志願做一個歌手，所以我入了香港兒童合唱團，我是五歲入去的。中學我開始接觸到 musical 和 opera， 學校有 singing contest， 我一上到去就唱 opera。 When you find just one second you long to take your heart back and be free。音樂是一種表達，我們唱歌的話可能是說一個故事，或者是說自己經歷過的東西。 musical 或者 opera 那些歌呢，有一種講故事的感覺，是唱出來去感染到別人的。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媽咪跟我說，原來我 K2 那時候其實已經跟她說我很喜歡在台上表演的感覺了。見到星夢一班參賽者他們去追夢，整件事很熱血，是我向往的事情，我就立刻報了名，把握這一次機會去追夢。